大家。其实我来这边算是最新的同学啦，最帅的，最新的同学。我每次来哦，都下班都要赶着要来上课，所以不过也是很认真在听的，有来的话我一定很认真在听的。我都录音录起来，因为等到有空的时候，我再来听啊，不然老师讲的我都听不太懂，可能是我还没办法领悟了。我尽量学习啊，等一下我尽量吹啊，对了，歌不忘了带。再次预祝大家新的一年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。